好，再来看到台湾的棒球迷最爱，现在换人做做看了吗？旅美球星的签名球呢，现在最抢手的是金队陈伟英。有球迷在拍卖会上就出价2000块钱抢下这个签名球。不过之前一向人气很高的王建民哦，可能是因为婚外情的风暴，好像有点被冷落了。但是球迷还是对他信心喊话，要王建民继续加油。这个是昨天所标到的。小心拿出刚标下的这四颗旅美球星签名球。不过陈先生出2000元，最先抢的是这颗陈伟英签名球。旁边的王建民球和郭宏志、林哲轩的，反而是一整组直接买到，但有点被冷落了。难道是因为之前的吴伟雄婚外情风暴？有可能啦，哈，像昨天的场面来讲的话，可能有这个因素，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啦，哈。不过签名球的抢手程度不一样。拍卖会上，陈伟英的签名球2000元飙到，其他三颗王建民、郭宏志和林哲轩的，则是整组3000元一起卖。